19岁新人演员刘静日前因参演《华灯初上》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受到瞩目，近期更被电影《上汽》导演德斯丁·丹尼尔·克雷顿相中，将参演串流平台旗下影集《美声中国人》。刘静将与杨紫琼、吴彦祖、杨艳艳等国际巨星同台尬戏，她在片中饰演杨紫琼的侄子。对此，刘静难掩激动，表示谢谢导演、casting、编剧和制作公司的肯定，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梦到的，也谢谢我的经纪公司和经纪人，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的演出，我会努力把所有作品呈现到最好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哦。Bye-bye.